九八，罗敏芝是1089，结果逢八的都会把他成这个半号全垒打。张泰山是628，超比赛打成100支全垒打，最年轻打到100支全垒打的台湾职棒的选手，而且他展现得很好，不但是在大球场、指标球场，而且是打相反方向，而且碰到了投手，就是这么不常被打全垒打的潘威伦，这球出棒实在是够快速啊！所以打着那个右边方向结结实实啊，越过全垒打墙的这个全垒打，而且非常具有意义，对球队的这个帮助也非常大。两分的落后，他代表队评分所打出这个全垒打最低的分数，所以他要对陈振杰说抱歉。你这92号的全垒打不但是洋。